2015年出道以来，已发行过不少专辑。日前官方也宣布将其中8张绝版的韩语专辑于26日重新发行，让粉丝们惊喜不已。而26日就有粉丝发现，在南韩专辑销量榜单前10名中，除了第二名以外，其他全部都是 Seventeen 的专辑。特别的是，夺下冠军的第二张正规专辑，甚至发行于2017年11月6日，过了5年再次重回榜单，还获得第1名，让网友惊讶不已，纷纷表示 Seventeen 太厉害了，每张专辑都很经典。公司在贩售专，真的是明智之举啊！